文雅依家好安全，所以今日你冇咁好彩。一直我都当你系亲细佬。点解有事你唔直接同我讲？点解你要做咁多嘢伤害我？其实两兄弟，我哋可以有商有量。我有咩做得唔啱，你可以同我讲，我会改嘅。你出卖我，我个心好痛，我唔会认得你。有听我钓鱼嘅，估唔到你哋真系够胆嚟啊！系爱情嘅魔力，定系你哋以为用自己做嚟就可以对付我哋？之前拉你哋唔到，都系冇证据啫。今日够胆咪开枪咯！我哋两个条命，每一个使一千集团。系啊，唔使急啊，都未齐人。杨俊杰，你可以动手了。金先生，梁希已经跟唐文乐倾掂数，卖你哋的证据给他。你知道我养的一只不见得光的猫，你觉得我会这么蠢信你给你念吗？陶文博是聪明人，他不会来。现在齐人啦，我哋兜嚟兜去，杀晒你哋，我所有烦恼都冇晒。阿头，出面突然嚟咗好多人，我要搞掂再入嚟，你顶住先。
貓都會咬人。冇錯，你哋死曬，我就咩煩惱都冇。阿西，到未？我哋就到啦。多謝你教導。警察！警察！你有全世界洗一錢的證據，你轉做污點證人，不要再坐牢。我最錯就是信你不會認錯人。你答應過我，無論我做錯什麼你都會原諒我和我一生一世。現在呢，你喜歡他啊，是我一直騙他說我是你。你還想賴些什麼啊？全部東西都是你自己搞出來的。跟我說愛，我不是說表面的，我愛的是以前心底善良的梁希。但如果我知道他做錯那麼多事，我一定會離開你。相反，就算他不是這樣的樣子，我都會愛他。你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的？為什麼會變成這樣？你知不知道金先生怎樣培養金夫人？你知不知道我過緊咩生活啊？梁希，你爭嗰個係我，唔關成件事嘅。你攞翻啲證據出嚟還佢清白，要擺脱過去有好多種方法嘅。我而家咪有方法咯，殺咗你，我仲係早晨。成傑，你今日可以有個完美嘅梁希。他是你家姐。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？为什么我不可以是魏耀臣？记得我哋细个唔止养一样，连性格都一样。点解你而家会变成咁？点解？点解陪我烂赌烂饮嘅阿爸嗰个系我，有温柔阿妈锡嗰个系你？点解沦落街头卧推要偷面包嗰个系我，到贵族学校嗰个系你？点解要做金夫人仲要俾人虐待偷商业机密嗰个系我，做正义代表社会精英嗰个系你？为什么袁成杰喜欢的人不是我，是你啊？为什么你不是我，我不是你啊？是不是我天生就要做一个被人唾弃的人啊？你不是，我知道你生气我，但是没生气阿爸。如果不是，你就不会送他去老人院找人照顾他。你杀菲菲眼泪是真的，你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杀我，但是你没这样做，你找其他人的手杀我，是因为你一直都逃避着。你心入边仲有我呢个家姐嘅，系咪阿妹？或者你讲下，我哋系孖生姊妹，我心入边可能有1% 系你，但系你为咗你嘅目的，累咗咁多人，你哋今次设呢个局，都唔见得好光明正大啊！咁你心入边有几多%嘅我啊？10%、20%，定系50%？你不是去對付梁希嗎？做什麼幫他？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朋友，當然沒有永遠的敵人。有人不讓我幫，我就幫過想我幫那個。我唯一的朋友已經死了，我也都再沒有敵人，以後只有永遠的敵人。世界這麼亂，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人。含住金鎖匙出世就要貪得無厭，小時候讀書沒有讀過，看電視看過，邪不能勝正。
最后边个人都仲未知。我条件好你咁多，我真系唔明点解魏晓晨会拣一个好似你咁嘅。因为呢个世界唔系样样嘢都用利益去衡量。系啊，你好条件，好有钱，但系穷得只剩下钱嘅，咪啲咁人咯。你冇问过自己，究竟你真系中意晓晨，定中意佢嘅样子，定系冇咗佢，你就要揾梁希嚟合作？因为你要嘅系一个金夫人。在我心目中，他们两个真的没有分别的。我们的分别在于，我为了追求真相和正义而引致了一些不好的结果，但你就为了私利作恶而造成了悲剧。我们不可以控制结果，但我们可以选择怎样出发。所有想法都不过是一念之差的。小时候分开，我选择了做现在的我，但你就选择了报复。你而家应该选择自杀。其实我都觉得你几可怜，你冇条件咁一条路去选择，偏偏选择下一条路。呢啲咪层次唔同，我哋顶层谂嘅嘢，你呢世都唔会。所以你放弃顶层嘅良机。選擇了簡單的危險。你在頂層的生活我真的不明白，更加不懂享受。不過你在頂層怎麼高都好，都高不過我。你現在真的沒得選擇，我勸你放下槍。我知道你說得對，下次我不會揀錯，但是太遲。我有得揀。